想出去玩，又怕晒黑，所以可以遮阳。这一次呢，帮大家做松紧的，有一个小裙子的感觉。所以你想要当裙子的人，把它拉下来一点点，然后穿一件牛仔裤，就有一个小小裙子的小性感的感觉。如果呢，你想要当上衣，请你把这个腰节拉高一点点，缩高一点点，下面穿个短裤，它就变成一件衣服了。再来呢，这个松紧不用担心，量到恰到好处，每个人都可以穿的。这一件呢，它是人棉的料子，所以非常凉。我只有穿一件而已，我没有穿任何小可爱，里面也没有任何内里，它就是一块布，一块非常漂亮的布。那长袖呢，当然大家出去想防晒不想穿一字肩的人，它可以马上变成圆领是 OK 的，可以自己去调整把它变成小短袖。好，然后呢又是一个一字领的造型，你看它还可以斜肩。然后这一款我真的觉得一衣多穿，就是每一个人想要做到怎么样的造型都可以。白色非常非常的显色，然后好搭裤子，然后非常我觉得很凉，而且这块布非常非常漂亮，就是一乍看过去你就绝对是一个最亮眼的最漂亮的女生。这蓝色超美的，然后如果你已经白色买腻了，或是你已经有白色，你就买这个蓝色，这个蓝色超级美，这个腰大家都可以驾驭自己去松紧。然后这一款我觉得本身穿长袖也非常非常好看，这一件蓝色是非常非常海边蓝的感觉哦。它呢我自己有买一件，因为我觉得太好看了，然后呢袖子拉起来也非常好看，什么都不用讲我已经赢了。然后再穿上我们家的百搭鞋，我从头到尾我这几天几乎都是没换鞋，就一直穿同一双鞋。这次呢我帮大家改良是比较细的松紧，所以呢穿下去不会勒你的手。